咁啊，你用手指。冇錯。啊，咁啊，要畫呢棵樹啊，咁啊，撩下撩下。係啦，撩啦。咁啊，撩下睇得咪啊？咁啊，再撩下，係啊，咁啊，再撩下，咁啊，呢個叫。呢個叫田畫，係嘛？你企埋，唔係呢個啦，你睇唔到啊？你慢慢填啊，係嘛？企入嚟呢度，咁啊大家睇啦。你慢慢填睇啦，嗱一筆一筆咁啊，呢啲誒呢啲誒呢啲誒咁啊誒呢個雀仔頭係咁樣，係嘛？再慢慢填，再慢慢填，係嘛？係嘛？誒呢個要再填，因為呢個咧，你填啊，呢國畫好怪啊。講道理俾你聽，國畫好怪嘅，嚇？係啊，嚇！你講畫都叻喎。你話國畫好怪，我以為呢個好死板，呢個好死板啊！畫埋個雞冠落去啦。你話呢個好死板啊？所以呢個咧，全部係一個顏色啦。咁啊，前一全部都係一個方向，嗱一個形一個形狀，一個形狀都係，因為你靠筆尖，全部都一樣大細嘛。咁啊有啲淺墨下筆係嘛，係冇？咁啊你全部都係咁樣，係冇？咁啊你全部用呢個啦，咁啊呢個板咗啦，睇到未？咁啊你係咁啊，國畫咧油畫其實都好靈活啊。咁你睇下喺呢度啦，咁啊你睇下先教好啲字筆，係啦，先教好啲字筆。油畫唔花嘅喎。油畫都好化都得咯，佢唔化，唉，咁啊好攞油。好多款畫法啦，咁啊油畫係好高深嘅一啲嘢啊，係嘛？老師有冇畫冊啊？咁啊呢個咧，畫冊都分曬啦。我等下我有你睇到未啊？嗱，攞翻俾我嗱，呢個雀仔睇到未啊？嗱，就呢支筆要轉動，要轉，叉開呢啲筆變扁嚟啦，係咪？咽落去，睇到嘛？有兩個眼睛，嗱呢個土，啊呢個肩胛骨，睇到嘛？嗱化水啦，睇到嘛？嗱咁樣啦，拖出來兩下，再咽一次，睇到嘛？咁啊呢個大髀，睇到嘛？有冇？有冇？咁啊呢個頭，啊有頭，叉開呢個，啊咽落去，收筆。咁啊，再咽落去，拖出来，睇到咩？只雀仔，睇到咩？呢咁样有冇？嗱，筆有痕嘛，有水痕啊。咁啊，喺呢度地方收筆。咁啊，雀仔你知道系呢三条尾喺呢度，三条翼仔，前翼啊，前背前嗰样，一收筆，二三，睇到咩？咁啊，呢个再三筆，一。二三，咁啊，一二三系咁样啦。咁喺呢度地方咁样啦，呢个肥方拖落去，咁啊，一二三睇到未啊？嗱，咁样啦，睇到未啊？仲加住讲，听我。咁啊，喺呢度地方眼睇到未啊？系眼睇到未啊？有冇啊？咁啊，呢个嘴唔系咁样画啊？咁啊，要呢個眼中間出一條直線，要中間肥方，嚇中方肥方好挺。呢個呢，停一停，等於佢呢啲鞋，鼻個窿，耳仔，下嘴唇，係嘛？咁樣啦，睇到未啊？咁啊，係就拉開，啊，咽落去，咁樣啦，睇到未啊？咁啊呢個係咁樣啦，睇到未啊？咁啊成隻嚟喐啊，係嘛？成隻嚟喐啊！呢隻唔肥喎，呢隻瘦喎，呢隻真係瘦喎，咁啊啦，拖落去，睇到未啊？再拖落去啊！咁啊喺呢個嗱咁樣啦，咁喺呢個衝出嚟，睇到未啊？三前面三角，後面一角，嗱咁啊，嗱睇到未？你睇成個肥肉啊，有冇向前有冇？睇到未？要。老師真係好有力。睇到未？嗱，有冇？咁啊，呢個雀仔又變化好多，有冇？咁啊，你睇下。
唔係我想嗌你話多一次啲，多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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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一